我常常咧讲，咱这款轮刷拢是够咧肥火车啦吼。但是，阿样肥的时阵，你唔肥吼，司机也歹吼，含肥的机会都无咧吼。所以咱就认真来肥啦吼。这个咱来了解话人讲，阿马英九是啥物个性，还是啥物性格安尼吼？啊，真侪人嘛咧讲，啊，恁做医生较敖分析，啊，过去杨医师你嘛捌伫精神病院啊实习过哦，啊，你过去嘛对这个看人真准哦，啊，你嘛来甲我讲者吼，所以最近我读几啊本册吼，因为马英九本人咱无熟，咱无亲身去含伊对应过，所以看一寡册了吼，发现伊个这个这册内底咧讲个人长期观察吼。有即个共同的所在啦，吼，我甲共同的所在讲予大家听。第一就是讲，一个人吼，也是去用保护啊，成长起来，吼，的一个啊查甫啦，吼。啊，即个查甫的环境，大部分拢受到即个男性的即个长辈威胁的影响，甲即个女性的保护，吼，这之下会产生一挂性格，就是讲，他。没有自信心，过来，伊敢若相信伊相信的人啊，所以就变作小圈圈的这个生活方式了。啊，安尼个看起来，含伊同族性较强的吼，都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讲爱外省人，第二个人就是含伊江西代的人吼，过来就是爱住伫眷村，吼，有眷村经验吼。第三个就是讲，你要出头，哦，爱高等教育，哦，上好去外国，有外国留学经验，加这个外国的学历，哦，叫做国外的高学历，啊，上好是博士。今麦甲看起来，安尼甲看起来都拢对咧，哦，用的人都拢安尼咧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伊嘛用台湾人啊，哦，啊，这用台湾人就是讲不安全感的。扩充，希望在伊无了解的台湾本土遮个人、遮个人民，遮摕到安全感，所以伊爱用着啥？以治以以华治华，用台湾人来控制台湾人。啊，伊要用的人，伊爱相信啊，所以爱长期有咧甲巴结，长期有互伊产生信用。啊，这款人，哦啊，所以这款人呢，就是讲。台湾人也要取得马英九哦，咱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信任吼，爱做奴才，啊甚至于做奴隶，啊去巴结、去迎合哦，这款啊做这款性质，安尼就会得到伊的疼爱，安尼哦，好，这第一段。